洋、星际争霸战、星星之火星、星际宝贝都是有关星星的电影，也知道星星是一种很凶猛的野生动物。今天我们就来动物园用假星星整人喽，这是露营哦 ，OK 吗？哎，转个头，老兄，哎，哎哎，哎呦，你这只星星比香港的周星星还能搞，还耍大牌，哦，不欢迎，还是困死啊哟，搞我们家安呢？哦，你不要走我了，我身上这只不是香蕉啊。